小的时候得过，后来长大就没怎么犯了，但是我爸让我常带着，说是怕以防万一。那我还真是要谢谢叔叔。啊，我叫周可可，我叫曲恒。 周董，这个人我认识，新加坡 SK 的，我们以前打过交道。我叫周可可，我叫曲恒。 李总，你有曲先生的联系方式吗？好，那发给我一下吧。喂。 周小姐，啊，对，曲先生，我们这儿刚好有个人有你的联系方式，我刚才看了你的资料，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 case。周小姐是这样的，虽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主持过类似的案例，不过国内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。没关系，我会派人协助你的，不知道曲先生能不能屈尊呢？那好吧，我们。 这几天找个时间面谈。好。那好吧，你结束过来。哎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来个好消息，振奋一下。好消息是，婷婷现在荣升集团总经理助理。高翔。 坏消息是，他今天开始工作，晚上有应酬，所以来不了了。
应酬？应酬？他今天刚入职，怎么就应酬？我也不知道，说是跟他们周总一起去的。周总？男的女的？听口气应该是个男的吧。周志超？怎么了？林云，你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啊。是两个坏消息。怎么了？这周志超名声都坏到新加坡去了，怎么办呀？说起来，原来我工作的 SK 跟地接有个合作，我也听说过一些事情。反正这个周志超人很好。我也听酒吧客人说过，说这个周志超就是个纨绔子弟、色中恶鬼，所以他父亲宁可把公司给他妹妹，也不给他。那婷婷岂不是有危险？林云，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儿，我们去接他。哦。通了吗？不接。怎么办？不接电话。哎，你知道他的苹果密码吗？知道。手机定位。哦。哎。你快点儿，好没好？稍等一下。这么慢呢？你快点儿。之前有我资料在这儿的。头疼，头疼。婷婷，走，回家了啊！起来，讨厌，回家了。哎，这不是我家，就是你家，快走走走走。不是我家，就是这儿。我回家。哎哎哎，不是这边，这边，快点。我去，这位就在这里，在那边。婷婷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王八蛋！哎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阿丽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啊。怎么的？有本事搬家啊！啊！对，难道前面注意？我追你大爷！有本事单挑，给打脸！可可，曲恒，你又干什么了？不是，怎么叫我干什么呢？周可可，你哥被人打呀，打的就是你，怎么没挨爽是吗？不是，有本事你再来啊！这样，就在派出所呢。就是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有本事你再来啊，出去再给我打呀！闭嘴！曲恒，如果我哥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了。道歉？道歉有用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。我想您以强奸未遂罪立案。强奸未遂？这次不是打架斗殴，不是我根本就衣服都没脱，我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再说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能说吗？不能说啊！不要再吵了。这里是派出所，事实要怎么样，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。但打架斗殴违反了治安管理法，还是要处理的。
陈安，等一等。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你以为道一句歉，这事儿就没了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程凌云。陈小姐，这我哥呢，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行为举止是有些洒脱，但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这如果是打架斗殴的话，这我哥也受伤了，欠我们也已经到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，还是不要乱说的比较好。对呀，我们没有证据。怎么没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你？这位小姐，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？什么叫没有问题啊？他灌醉我，他要带我去酒店。这陪酒应酬这种事情司空见惯，我看你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？听说你是由我哥越过面试直接定下来的助理，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打动他的。周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自己行为不检点是吗？哎，你这人说话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，婷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我们晚到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就是看他喝多了，给他找个休息的地方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你也听到了，我哥呢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如果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个深浅的话，还是不要出来应酬比较好。这万一引出什么误会，可就不好解释了。对呀，况且他比我还能喝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能喝，能怪我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打你都算轻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让你躺着出来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有本事你别走啊！啊，你回来啊！哎，不是没让你走。